好，我们现在先处理离职提现是吧？好吧，还有再外处理去。嗯，好。哎，主席各同，哎，有请部长跟局长。哎，部长，哎，辛苦哈，我想我建议一个哈。连自杀都不得自由了，啊、哦，由不得他自杀的有自杀的自由啊！即摆天给他供了天然气嘛，因为我有建议过那边啊，结果拢无动于衷吼、哦。我伫院会有建议过，即摆到处有迄个瓦斯漏气呀、啊，好、哦、在洗澡的时候啊啊，所以很多人不知不觉之中，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很多嘛，有时候牵涉到整个家庭啊。啊，所以好像是消防署啦、啊，鼓励啊，如果把那个所谓的瓦斯器材移到外面外头，得当拨走3000块啦。不过还是有些人，啊、哦，因为别来讲啊，真遗憾，就是一家三口、五口、两口不定吼、哦，也有一氧化碳中毒死亡。我曾经建议啊。比较日本哦，因为我住过日本，在日本工作留学哈，我的厝哦就不能厝哦，都一定有一个瓦斯漏气的警报器呀、啊。你要增加数，绝对有。所以哦，所以假使那有迄个猫咧，就是迄漏气，绝对会弹，哎弹咱就起来，你睏也好，还是讲在厨房好，啊甚至于在客厅都知道了，所以马上可以开窗，马上可以去关那个。漏气的瓦斯钉钉啊，这太好了！啊，所以我是讲吼，因为一起消防署每一头要拨走3000，搞不好这个警报器啊，免五十一百，我的卡啊！我好像最近大概2个月前有咨询过那个吴敦义院长，这个民进党时代我咨询过啊，我是唔知偌济钱的警报器啊，各位知道我不是我没有在卖警报器的，我的意思讲，那警报器350块，还是100块？是不是通通有奖？全台湾每一户家家户挨家挨户送一个啦，即使啊，就3个、5个，哎、欸，做功德呢？部长，如果在你任内啦，可以责成瓦斯公司，啊，是咱的大有为的政府啦，一个几十块，因为我唔知道，因为我无咧做迄仪器啦，350块，甚至看有人要寄无，说不定那个红海，哎、欸，郭董事长愿意。寄付啊，无得看，这是做功德啊！哎，你若讲吼募款啊，叫厂商搁降低价格，甚至伊啊迄个伊啊，讲要提供成本价，专台湾啊讲，大概全台湾有几户啊？家户应该有400。起码250万。所以呢，250万哦，按这250万台各送一个，350块我唔知有几个，还是甚至100块不要紧啊？说不定有人乐捐呢、啊。那我刘先生热捐10万块嘛，不要紧啊！告诉我一个100，我热捐100个啊，共享盛举啊！哎，哪当点人慈善吼，做好啊！因为呐，大家拢有争啊，那由不得让老百姓自杀，自杀马上开瓦器，哎，开瓦斯，点要慈善，嘛没有办法，自杀也没有自由啊！我是安尼想啦，所以哪当吼，那部长，有可能无？这是做功德的，这拢无争议，这真好啊！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吼，会用保障咱这个一般住家的安全吼。对对对。那么跟做两个报告，我他局长甲讲，日本是用法律规定吼，一定要装这些安全的警报器，啊，而且是属于电子式的，你想能走怎样？那这一点要不要将来用强制性来做？哦，大家安全嘛吼。在安全。这是一个科罗，这第点的呀。公共安全。哎，第点的呀，第点是讲。那要争，要争，费用要哪省，还是要用省的？我想，我来看，你成本外悬吼。那讲成本无悬，那讲我都叫一挂厂商，大家共同来分摊一部分。分摊，那来想看嘛。啊，我要先查查看到底。大众社会来筹募这种善款，或者说把它放到将来在装置里面当做一部分来处理。对对对。我来处理看买好不？哦，因为这个。
对于整个老百姓的安全是有保障的，绝对有保障。好，左邻右舍各然后公共安全。好，啊，另外哈，我咧想哈，最近咱咧，我昨有看到联合报哈，咱咧水利署啊，在三个水库哈，在积极在清淤哈，这是很好。同时立法院通过新的预算嘛，540亿嘛，要救三个水库嘛，所以对南部来讲哦，南部是一大功德啊，现在是四月中嘛哈，五六月所谓的旱季，还有所谓的黄汛期即将来临啊，未来的几个月之中，南部的工业缺水，包括民生用水的问题。部长，你的意下如何呢？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水情哈。目前大概整个看起来，比如像南部地区，包括屏东啦，包括台南县市，大概大体上都可以稳定到六月底，大概没问题。但是大高雄地区的话呢，目前是比较吃紧一些。目前的情况是估计到五月底还是可以供应，没有需要担忧。所以大高雄地区不会限水吧？这个阶段暂时不会。好，所以就五月要旺雨哈，五月旺雨，那不落后的那个浪费的可怜。五月旺雨的。所以我想这个水哈，属实真重要。谈到水哈，因为大家在用水嘛，所以如果在抽水马桶那个地方哈，下一点功夫啊。一样道理啊，了解。说不定有些人哈、大小号的时候一次就冲走了，做不菜嘛。所以呢，一旦告诉讲哦，一旦政府提供哦，我咱经济部提供，迄一个简单的迄个咩来讲，迄个诶开关吼、可能迄个愈简单啊，怎啊加装伫咱各个家庭内底吼大小号我想吼、一旦先做点水呢。谢谢委员对省水器材跟省水器材了哈。对对，其中当然一般家庭最重要可能是像你刚刚提到抽水马桶，那种很多嘛。对，到底怎么正确使用，或者在购置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些优惠？现在我们都在做一些规划。对，那假设比较具体再跟委员做报告。对，谢谢。在日本的很多住家，好，要厕所完之后啦，你别个按那个抽水马桶啊。也最喜欢这边的，所以手先洗，洗掉水搁放马抽水马桶，啊，看安全老了，一举两得呢。我在日本，唔免用料时候，去出来外口水水龙头过来洗手，给到水嘛。所以按下去的时候，上面先洗手，下面水可以保留，可以冲走那个抽水马桶的用水啊。所以好像很普遍，非常普遍的、啊。这其实的哈，非常普遍的东西，台湾、不用创新，比照办理，可以省很多自来水。好、以上、谢谢，谢谢。